我跟叶美笑是你女朋友，当然啊，我跟她还剩两次约会，在约会结束之前，她都是我临时女朋友。你不讨厌她了？讨厌，当然讨厌了。自家的孩子，自己怎么打骂都可以，别人要是动她一根手指头，不就让她断子绝孙？ 难怪叶美笑说她最近总感觉被人跟踪。你说会是 S 组织安排的人吗？不太像他们的风格。你要是找到那个人，一定要通知我，咱们一起把他做掉。我先去做饭了。你最近在外面活动小心点。什么呀？是让那个人小心点才对吧？